刀角的心结，迪克借助小粽的力量，在大伙的帮助下，为美玲和马有戏准备了一场特殊的婚礼。当看到在漫天雪花中美玲重新翩翩起舞时，刀角内心的仇恨被彻底的瓦解了，飞镖镇的种种恩怨就此画上了句号，迪克和豆包也踏上了新的旅程。爱水湾的巨轮天使尼克号，出来这么久，都快忘记布丁的味道了。想家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家这么久。以前在家的时候，总是嫌爸爸妈妈的唠叨很烦，可现在居然还有点想念了。迪克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将来一定要当一名医生，医好这世界上所有的病，这可是爸爸最大的心愿啊。爸爸在家总是对我说这些。那你想去当医生吗？不知道呢。爸爸总是希望我完成他没能实现的理想，但世界这么大，有意思的理想也好多好多，我还是希望能自己做决定。迪克，你跟我刚遇见你的时候有点不一样了呢。等你回到妙妙镇的时候，我想你的爸爸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。回妙妙镇就能吃到布丁了。迪克，坐牢，快坐牢。怎么了？我们要被吸入大漩涡了。迪克，你还好吧？豆包，你没事太好了，刚才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豆包，怎么？看到什么了？哇，这么大的一艘船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豆包，你认得这艘船吗？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爱水湾。但是和我记忆中的却完全不一样啊。这艘大船为什么会堵在这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原本这里是通往外海的唯一港口，
这艘大船也是专门为了让更多人能出港而建造的。哟哟，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豆包，你刚才有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好像有，不会是幽灵吧？哟哟，看这里，这里了。哟。哟哟，兄弟，是下边了。你是在跟我们说话吗？没看到我在沐浴月光吗？长那么大个，把我的月光都挡住了，快走开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您知道尼克住在哪儿吗？你认识尼克？他是我在这儿唯一的朋友。现在的爱水湾可没人敢说自己是尼克的朋友。你快躲起来。欧拉，哟，跟我来这边。就是这里，快点快点。哟，你们两个先在这里住下，明天一早我再来告诉你们尼克船长的事情。如果有人问起你们的来历，就说是来跟黑心罗斯做生意的。哦，知道了。记住，是黑心罗斯，千万别说错了。哦。晚安，明天见。哟。嘿。他刚才说的那个黑心罗斯是谁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罗斯应该就是爱水湾最伟大的船长尼克的儿子，但为什么变成黑心了呢？最伟大的船长尼克？难道那艘天使尼克号和他有关？没错，他不仅是天使尼克号的船长，更是这艘船的两个设计者之一，而另一个就是你爷爷。爷爷？那这艘船横在港口也跟爷爷有关吗？当年朋克仅仅只是帮助尼克建造天使尼克号，至于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也许那个龙虾大爷知道后来的事情。哪位啊？您好，我是湾畔客栈的服务生青草。瞧这里，我在您的门口发现了一些记号。我们进去说吧。那些记号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盗贼们选定下手对象后做的记号，你们呀，很有可能被盗贼盯上了。盗贼？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可以帮你们把贵重物品寄存在我们客栈保险柜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我最贵重的物品都在这里了。放心吧。我一定会替你们好好保管的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，两位晚安。真没想到这里的服务这么贴心。是啊，服务真是周到啊。要是爷爷的日记被偷了，咱们的线索就都没了。您好，我是湾畔客栈的服务生。怎么又回来了？
您好，本客栈温馨提示，请您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。随身物品？不是给你了吗？有吗？怎么回事？不好，咱们被骗了！迪克，快追！不会吧？豆包，让他瞧瞧咱们的厉害！天蓬之力，千变万化！豆包滑板冲，变形！把背包还给我！时间刚好，后会有期，亲爱的。